今朝子呢就不教大家包馄饨了，或者是包一个饺子太便当了。我今朝子教大家只全新的吃法，真的是嗲了飞起来。把荠菜、鲜肉馅收里向夹夹，把伊放到搿个开水上头啊，稍微去烫烫，保持水面的微滚。这款的荠菜鲜肉馅，它是拿新鲜的荠菜，猪肉呢是用的松林品牌的无抗猪肉。选用的全部都是前腿的部位，结合我们100%的荠菜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火候动了之后里面没有任何的水分，米都在帮大家调好了。菜肉比是3:7，三分菜七分肉啊，肉的这个肥瘦比是三分肥七分瘦。然后呢，我再放点虾仁，放一蘑菇，勾个芡。好，这道菜嘛，我已经一个烧好了啊。看上去就是非常有春天的味道。